我跟你讲啊，我老弟也没有退休金，但是我老弟收入远远超过退休金，退休金多少倍多少倍呀、啊！我觉得四十多的不真不可靠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是不是五十多岁了，找个安稳过日子多好啊！说实话，四十多我心里真没底，藏一下点心的，时间长能不藏着吗？能过一世一心吗？真实话，那岁数小啥用啊？过几天又散伙了。那个也是长得帅帅的，岁数还不大，应该找一个四十多岁的，是不是非常容易？这都是基本。普遍是男性的这种心态，感觉他人比较老，瞅着老啊，对呀，比你大两岁，我看他得有60了。这是姑娘房间呗？嗯，姑娘上哪儿去了？上同学家了，上同学家的。嗯，姑娘现在是高上高二，这开学上高三了。哎呀，开学就高三了，那还有一年，你也熬出头了是不是啊？那咱这相当于啥是？今年陪读过来的呗？对，陪读，21年来的。那之前老家是哪儿的？榆树。对，那咱那房子呢是租的还是买的呀？买的。哎，当时花多少钱？这个95万，两室一厅。两室一厅、这厅还挺大的，我感觉这厅挺大，就是咱那个小化妆台呗，相当于。就喜欢小首饰啥的，女人嘛，钱也不，咱们也不像男人似的，又喝酒了，又上饭店的，要吃饭啥的，花老多钱，又抽烟啥的。我这就是不打麻将。那你平时都有啥爱好啊？现在这2年陪着孩子，他上学了，我在家就没影上了。我抱一个老年的那个电钢琴。哦，我看见了，在这卧室呢。你学多长时间了吧？学的有不到一年吧。我以前和我前夫我俩拉水果，整水果是属于那种搁南方装，收水果，乘车往咱们这边拉水果，完了批。那得起早啊，起早得起早、你看那个小商贩不都起早去上货吗？上完货到早市去卖，有的时候4-5点钟前就起来，最早的时候有人特殊的远道的要货，就得2点钟就得上市场去，人家装上货到那个早市，还有赶集的，那阵还行，那阵吧都没有网上购物啊，都去市场去买去。那小商小贩啊，都是乘车小车往回拉呀，到时候批发回去批发。我还行，没赔过钱，这么多年就是做生意没有一次赔过。有钱了，这感情就不好了呗，不如没钱。没钱两个人还能对付过，有钱了现在就是什么说的都来了，你又不好了，你又不贤惠了。我上这儿来陪孩子，人家就把人接家去了。感情又不专一的话，你跟他在一起生活，你多闹啊，不是一次的事儿啊。太闹心了，那过那个日子就太闹腾，太忧郁了。我现在就是放下这个，考虑这个事儿啊，结离婚这个事儿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了。本身我这人吧，脾气也挺倔强的，放下就放下了。再找对象的话，不管他是有钱没钱，我都无所谓，都不在乎，只要是感情专一就行。我现在是咋的呢？就如果说是比我岁数小的话，他正在创业的情况下，我愿意和他一起创业。他不管是做什么生意，我都愿意为他经过呢。这个岁数呢才50多，正是奔波的时候，不图大富大贵。以前呢条件好，该享受的也都享受到了，旅游我也去了很多地方，该穿的是一般的，是穿的带的我也都享受到了。以后就能找到一个就是普普通通的，能够两个人互相牵手到老的，这样就行。高啤酒摊黄客，哎，大哥，我按你说的那个到那个北温州城的四区了。四区？对，你那个店在哪儿啊？我在四区这儿啊。四区地儿。穿黄衣服这儿呢。这个大哥在这儿呢。哎 ，hello， 等会儿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是张庆丽，张大哥是吧？来，这都是啊，这我姐姐，这是我二姐。我大姐，我姑娘。哎呀，姑娘挺漂亮的啊。这都咋的？这都是亲戚啊。小辈儿都是啊。那些都是小辈儿了。对。哎呀妈，不是，你这大哥就是一瞅你家这个家庭氛围特别好哈。非常幸福。这个大哥好伺候，就值得我们今天来。然后这大姐，把把关。二姐，姑娘，你是都帮着来那个助威来了，是？还帮再顺便帮着参谋，是不是？这几期都是顾客送的吗？一件比这还多呢。不是我这一瞅我还以为。
以为自己怀，以为自己做的呢。哎，真有寻思以为卖锦旗，就问我是锦旗厂卖的。不是，你看那个二姐说的就挺对的哈。不知道的真以为咱是卖锦旗的，没看出来是什么戒烟店啊。这都是真实。全戒烟成功者，完了为了感谢，把烟戒掉了，送锦旗。都是真实反馈。这真事儿就是，啊，这还有女士。女的还姑娘。都是女的。男士也有。燕秋、徐大美人儿，这孙小凤。这怎么都感觉像是女的呢？我粉丝群女的多吗？长得帅。开玩笑啊！大哥，这太逗了。我正常戒烟不应该是男士偏多吗？为啥你粉丝女的多呀？现在是女的，一般的就是长得是也为了爱美嘛。都说抽烟是对身体一点好处没有，还有那个容易衰老，所以女士戒烟的比较多一些。我做这个戒烟事业是将近五年，那是三店，那个一店在那个就是老公安局啥的，杜建宇附近，还有二店在乡镇，比较远一些。这三店啊，这是三店，这三店开才两个多月，就是四年当中已经开了三个店了。对，最难的时候是自己回农村住彩钢房，冬天那时候，那真的非常困难。那是哪年的？一九年吗？一九年的时候咱最难。对，这才二三年呢。嗯，是啊。那不相当于你开这个店之前是咱最难的时候？对，大起大落。那真是，那时候我在乡镇也是做买卖。我二十多岁吧，就开始做买卖、做生意，就开什么卖那个蔬菜啦，水果之类的。后期那个开的那时候叫小卖店，完了后期开那个建材商店。就是我那时候我自己知道，就是我做一上午的生意，工资上一月班，那时候一天挣个一百多块钱，工人工资也一百多块钱，一月一百多块钱呗。我一上午对就挣一百多。我说的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，完了跟那个孩子妈分手了。那是年轻啊，那时候我才十八九，也不懂的，稀里糊涂结婚了。那时候也为了将孩子小，所以我现在能改变他的性格，就真改变不了他。说一个啥事儿呢？是就进货吧，让我进货的不给我拿钱，让我进货去。就进货，你进货吗？不给我拿钱，让我进货去。这真事儿，叫跟朋友在一起吃饭，他也不让。我一点将就不了他，你知道吗？这事实，我就离你远点就完事儿了。我离开你，我就幸福。那真事我啥也没有。我两个楼，一个楼做一个楼商店，我全给他和姑娘了。我凭我感觉自己啊，有挺傲的。我凭我自己各方面都可以，我真的起得了。因为我做经就做生意，我比我还可以，毕竟做这么多年了嘛。不服输，真不服输。现实呢？现实挺残酷啊。也没挣大钱，反正没饿着。就扑腾多少年？十来年吧。灯打着，亮亮了。这属于多少平？102，两室呗。对。啊，这还有个小园儿啥的。啊。这园子也没咋种啥呀。我也不咋会种这东西。都是大葱。完了，那面是种点那啥。柿子、茄子、辣椒、黄瓜。其实我一瞅，你这平时你做饭吗？我做啊，铁做什么小鸡儿啦、鱼啦，我姐他们总来。人多热闹，总上我家来。啊。在你家聚会的。对。那我一听就属于，那平时你会做饭就是？我会啊。啥都会吗？做饭好吃呢，对，真都会。做鱼，什么小鸡排骨了，煎炒烹炸全会。现在啥都不缺了，就缺一个女主人，缺个店老板娘。哎呀，是房子也买好了，缺个那个当家女主人。对。然后店也准备好了，缺个那个店的老板娘，是不是？对。来咱家啥都现成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哎呀，行，那这个女主人和这个老板娘。你觉得啥样事儿的能当咱家这个女主人，能当咱这店的老板娘？其实最起码是得多多少少的，就是会说点话，是做生意嘛，你不能说一点话不会说也不行，是不是？还有一点，必须那个得能接受我们家庭氛围，因为我家人吧都是爱说爱闹啊，性格非常开朗，乐聚堆儿，喜欢热闹。欢迎，来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从门口直接就迎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这位呢是赵玉英，赵大姐。这位是叫张庆丽，张大哥，非常好，不错，挺有气质，看着挺端庄的。这第一印象不错呗？落落大方，干净利索。第一印象不错呗？不错。感觉，感觉他人比较老。瞅着老啊？对呀。比你大两岁。我看他得有60了，大哥吧，他挺干净利落的，我感觉，给人的吧就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也挺帅的，不过就是这头发，也许是怕过敏吧，那染，不是染上头发，
感觉还年轻两岁。嗯，那个姐吧也是做奶奶的，老家是榆树是吧？之前都做过啥奶奶？水果生意。哦。粮、煤炭。你是大买卖，我是小买卖，相当于我是小打小闹。最起码他不经营了，知道这个怎么做生意啊？嗯，人有的时候根本不会做生意，你还先教，是不是？很麻烦吗？生意挺好，认可。这个他不需要说多大的地方，店面有一块门面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他这个经营这个吧，好像是也现在来看是挺那啥的啊。大伙儿都提倡戒烟，国家也提倡，确实是有发展。不用换鞋，不用换鞋了。家里这灯咋亮的呢？妈呀，这家里头。哎呀妈呀！我说刚才店里咋没看着你呢？这是二姐回来。对，二姐。你好，卖菜的呢。你好，二姐。哎呀，这二姐主要是那个大鱼，我们搁大锅炖的大鱼，就刚才那个院里的铁锅呀。对，你来看看这鱼吧。这天儿多热呀！哎呀，我老弟，我这喝出劲了，爷爷。他这个亲情还处的挺融的哈，亲情之间呢，就是姐和妹啥的。都处的都挺好，就是亲情方面啊，经常在一起聚聚啊，我挺喜欢这个氛围。哥兄弟姐和妹之间，他互相关心，有那种亲情，也是盼望这弟弟早日能找到他的幸福。加分，加分。之前刚见面的时候不还觉得？在那小店里边，第一感觉跟我的就感觉他是确实是感觉像是年龄大了似的，也是头发白的关系。那咋的？回到家咋的换了个环境？有可能是环境的人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状态。你看我现在特别喜欢呢，就是住一个干净的，把自己的床铺啊、屋里边啊收拾的妥妥的。小区里边也希望一出门就看到了花花草草，你看那车都整整齐齐的，没有说是乱堆乱放的东西呀、啊。这方面我就是特别渴望的。哎，东块来来，这个蒜苔是大哥炒的，对，我炒的。是一个，这是大哥炒的。现在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谁说好吃是啊。好吃，挺脆的，我都想接着再加。二姐，哎，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直就忙活了，是不是？应该的。嗯。哎呀，刚才那是二姐叫的也很可自然了，然后二姐我发现答应的也可自然了。不是小声。说句心里话，就是说你头次见面，我对你就有一种亲近感，并没有没亲近。感谢二姐。感觉不存在。嗯。就是特别亲近。我感觉这。他应该是我们家的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老弟没有退休金，但是我老弟收入远远超过退休金多少倍多少倍呀、啊！哎呀，我这什么宝也没有啊啊！但是生活这方面吧，就是自己挣钱，能供养自己。我就是从打20岁就开始做生意那你俩真对上，真行。所以说现在吧，我就是还就是自己感觉自己啊，岁数还没那么老，心态也没那么老，愿意去奔波去起早贪黑的，我都这些东西都难不倒我。哎呀，你就跟我这些老弟就做后盾就可以了，帮着背里面这个，你来的店都给你了，我都谢了医生，真的。我也考虑这个事情。我说的条件可观，那个也是长得帅帅的，岁数还不大，应该找一个40多岁的，是不是非常容易？这都是基本普遍是男性的这种心态。说实话，40多岁我心里真没底，尝一下点新鲜的，谁尝能不尝尝吗？能过一世一心吗？说实话，那岁数有啥用啊？过几天又散伙了。多操心的，多累的呀，别担心。我觉得40多的不真不可靠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是不是50多岁了，找个安稳过日子多好啊。那个也不用听我姐说，暂时呢我也不是表什么太多的态啊，是不是？慢慢处。说这个老妹儿眼神不错，落落大方的，慢慢处吧。处着看是不是？我没有啥顾虑，主要的就是现在考虑两个人能不能，在言语上，在性格上能不能合得来，还有一个，咱这亲情这个范围吧，我挺认可，再下一步就是两个人看看能不能在言语上边，在性格上边能合得来一点。对于今天的相亲，你有什么想法建议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老铁们，喜欢星空的给个关注，点个赞，下一集继续精彩，咱们回头见。